像这样子什么族都好听了吗？有些在很窄的话，那要首先看这边，还要看这边。高小姐一停完车就对车位满意的不得了，因为这可是全杭州第一批女性专属停车位。它的那个宽度是有普通车位的 1.5 倍，长度跟普通车位一样。女司机车位不仅大小是一般车位的 1.5 倍，还有粉红色框线，里面画着穿裙子的粉红色女孩。在休息站370个车位中，目前占有8个。这个就比原来好停多了，直接就可以开进来，就随便停都可以停了。有的时候它停不好堵住了，其实我们在后面等，其实也会造成拥堵的。但也有男司机认为不公平。那肯定都是公平的嘛，应该这种要公正一点嘛，是吧？你说搞特殊这种总不行的嘛。女司机停车位引发不同意见，有人叫好，也有人批评是歧视，似乎认定女性比较不会停车。主管方则澄清，绝对没有性别歧视，只要有需求的驾驶都可以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